人家李寻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，去个咖啡店还能一夜不睡？没有，他在公司加班。这到底要开多久啊？快了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董思阳给我的房卡，我们没走错。没走错啊，这有两间房，里面还有一间，你想住哪间自己选吧。你去哪儿？要不我再开一间房。随便。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事情早就跟董思阳说了？董思阳是个明白人，猜都猜着了，还用我说吗？这照片一直在他这儿。他跟我说呀，周运这个人想得多，有时候天真，爱犯傻，但是绝对特别能干，特别忠诚，特别有恒心。你说你们俩这点事儿啊，旁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们这还装模作样干嘛呀？啊？就是这个生活呀，这个爱情啊，就像玩游戏一样，光有这个刀光剑影，没有恩爱情仇，说谁玩啊？对不对？这层窗户纸啊，就那么难突破啊？